要先照一次照。这边的大殿呢？哇，这个真。哦，这大仙狗，哦，这真。那早上是很香哦。哦，今日就开始食鱼啊，开始蒸了。我今仔日无伫食，我唔得了。所有，看人来的所有。是吃饱了，再见得吃饱。在江了，换地方。吃饱了哦，贵。这个红粉来了，这个这里红粉来了，休息了，等下吞了再去吃了。这个这个拿下来，哦，就是这大只，这个吹来，阿母就长大个，这抓着大个鱼。奇怪啦，要这多安奈，才几只呢？拢走正这堆，走一堆去个款，堆个鱼啊，堆个去。哇，
我盖这边了。嗯，你等一下去啊。哦，现在在休困，再放一下休困，纳凉。Thank you.
哦，过来大尾啊！罢了，三线裤。我等了，我等，我等。嗯，对。嗯，那我现在等。罢了。我都讲到了。你那个家人呢？还会发呢？嗯，这老卡水，他都是，哎，伫个连拍遐老不好看，运动的遐落起来不好看，较轻啊，有些转过来，专门摄影的那个项目要水。十八了，阿门拢大条遐，从那个阿门来。
今仔食较济，即摆搁咧食，差不多七点了才食，六点。还搁咧食呢，还无饱。酸了，那个来，按照那个来，后走的后边走后来啊，安尼。七点外，七点钟哦。哎，不干了吧，奶奶。哎，还有要涨六分。可以降落了。看嘞，安生物件拍真惊啊，着真惊才走，不然飞起来。这里到了，哦，这个龟拢长大去啊！哎，阿母拢长大去啊！这下拄着嘴只江湾，通袂好哦。小事哦，在那边小事哦。一笑，这个一笑。
哦，出去。你要搁食咧，即下伫遐歇困，较重要。这样开在露营的项目，这样比较漂亮，颜色比较漂亮。嗯，今天吃了粉丝汤，来昌路街白灵溪吃个三皮包，都等鱼仔上来再吃也有了。啊，在正在追对的啊，才有够吃肥汤汤。不能找飞对的飞的飞走了。不错。搞那水看天顶，然后大家飞啊，太阳飞啊嘞。
这个家里我也找不到，这个是设备是个小玩意，长寿桥跟彩虹桥中间